全球独一无二，出生备受瞩目，哇，名叫呼呼。这只熊猫不一般，它的卖萌绝技抱腿杀，大小眼圈史无前例。它喜欢你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它要放屁了。它的生活很规律，无论身边发生什么。 Where is the baby panda? 他只做两件事。别叫他，别叫他，睡觉卖萌，睡觉卖萌，睡觉卖萌。他这个世界他只喝牛奶。犀牛算牛吗？今年国庆就看顶流国宝，他们追来了，萌翻天，笑过瘾。怎么办？你问我？我问你问谁？我问他吗？